天是农历年里最后一次祭拜土地公的日子，台中建国市场的福德祠举办了团拜，特别准备635份的咸蛋糕，要感谢土地公一整年的照顾，让大家平安度过疫情。现场也准备了热乎乎的平安餐，有炒面跟贡丸汤，也让信众在冷冷的天可以暖暖身子。尾牙一大早，台中建国市场的福德祠热闹滚滚，供桌上摆满摊贩们精心准备的丰盛贡品，635份咸蛋糕一次摆出来，场面盛大又壮观。啊，那疫情的中间，甲咱的灾害吼啊，损失啊更加上低吼，可能建国市场啊在运作啊顺利吼，继续来经营吼，大家来贡献，讲咱感谢八公啊吼啊来保庇咱。市场摊贩为了感谢土地公今年一整年的照顾，特别选在尾牙举办团拜，除了有丰盛的贡品以外，现场志工一早也忙着准备热乎乎的平安餐，要让信众们在冷冷的天有热腾腾的美食暖胃一下。大家平安顺喜啊，不再趁钱，民众来这边共享会怎吃的会平安，而且生意会很好，身体健康。上百人共享平安餐，也祈求来年土地公继续保佑市场的每一位摊贩生意赚大钱。解盘新王胜炫台中报道。